副主任，不带这样的啊！哎，你那副工长不是韩月华吗？怎么又改姚丽了？嗨，你为这事儿啊，这是人厂里决定的。不，你亲自打电话告诉我，对不对？说我指定谁就是谁，怎么突然又变了？是我之前打电话让你做的决定，可是突然间厂里来个通知，他就指定让姚丽担任这副工长，我有什么办法啊？你指定他，你提前告诉我一声啊，让我让韩月华也有个思想准备啊。我这可倒好，我就猪八戒看动物世界，我里外不是人。不对啊，老李没跟你说吗？没说。嘿，这个老吕，我是千叮咛万嘱咐，在这事儿之前一定要跟你通通气儿。你看他居然没说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他，这事怨我，怨我行吗？怨我。我就是耗子进凤香啊，我里外都受气。哎哎哎，唐喜，下回再有副工长，我还让你定行不行？我下回不想当耗子。我说了多少遍了，啊！你这手是木头啊，是不是木头？动作要快，你听得懂吗？看着我，还有那个钩针，我给你了啊，你就把没有断的线都给我弄断了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看着我，你抬头看着我，你懂不懂得尊重人？哎，你这孩子眼睛里是不是从来就没有我？你懂不懂得尊重人？干嘛去啊？都回来！我还不能说你了是吧？赵小玲，行了，月华，干嘛呀？生那么大气啊？这不还年轻呢吗？你把自己气成这样干嘛呀？你再说了，你刚才那个有点说过了啊。怎么就过了？他就是不用心。大哥，走，你跟我回去。大哥，你还干啥呢？啊，走，下楼去。哎，你别乱动，这是丁大姐的遗物，过两天我打电话通知家属来领。唐工长，您现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，你也不用既当爹又当妈了，我来了，你是爹，我是妈，咱两口子呀，一看就不是原配。哦，你先坐下，咱们俩啊，把咱们各自的分工说一下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好。你呢？哎，你先等会儿。嗯，妇女工作由你负责。哎，你这个态度是对的，啊，一定要认真的记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第一啊，就是咱们妇女的生活工作，你负责。第二呢，就是新女工的思想工作，你协助我负责。另外，女生宿舍啊，我去不方便，以后你隔三差五啊，你去那儿转转。农村的女孩子来城市看什么都新鲜，社会这么复杂，我真怕出事儿。唐工长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哎，你这个表态我很高兴。唐工长，你看我今天新官上任头一天，我还真有点事儿，我报了个职工大学，今天头一天开课，我要不去不太好。行行行，去去。那我先走了。口红、粉饼、丝袜、胸罩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哎哎哎，回去吧，女生宿舍你也进啊？不，走。哎，对对，让你姐夫帮我调到厂部当打字员那事儿，什么时候办啊？哎呀，放心吧，跟我姐说过了，没问题。你姐夫能答应？不懂了吧？我姐是我姐夫领导，我是我姐领导，
我比他高两级呢。行吧，快走吧。哎，你的业余生活挺丰富啊。你叫沈菲菲，不叫满天飞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次的技术测评是倒数第一。我提醒你，今后的测评可直接跟你的转正户口挂钩，到时候你转不了，你可别赖我。这都几点了，你才回来啊？你错了没有？哼！喂，你别走。你今天是怎么从这楼出去的？走出去的。不可能！你看，一直搁这盯着呢。沈菲菲，咱们是堂堂正正的工人，走路得走正道，别钻地道，懂吗？回去吧。好，谢谢工长。大姐，嗯，可以锁门了。哎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走。你是诈尸的？赵小云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徒弟赵小云不见了。啊！大爷，怎么样了？你说的地儿都照了没有？你再找去，附近的车站、公园，越远的地方你越去，好不好？啊，中。哎，去去。工长。哎，怎么样？医务室和俱乐部都找了没有？赵唐。赵唐。厂里的每个车间、调度室、食堂，连厂部办公室我都找了，他没人呢。这是，这么着急找我回来干嘛呀？你看见赵小玲了吗？赵小玲，我没有啊。她失踪了。啊？失踪了？啊。哎呦，月华，你怎么看的你徒弟啊？失踪了你都不知道啊？啊？这你得负全责呀。我也没说我不负责呀。哎，你是副工长，你也得负点责任吧？我负什么责任啊？再有了哈。我这段时间不在吗？嘿，现在说谁的责任是不是有点不是时候啊？那现在是什么时候？现在是找人的时候。不是，你现在你怎么这？怎么样，工长？啊，我到几个老姐们那儿去打听一下，都说没见着人。报警！别报！千万别报警！你一报警，厂里领导全知道了。咱们当领导的负责任不说，咱们的工资奖金全没了。那万一孩子出事怎么办？人家父母从农村把孩子交给咱了，搁咱手里丢了，出不出事负不负责任不说，在良心上也过不去啊！报警你就有良心了？那没准人孩子就是出去玩几天，你等人家回来了，你说厂里领导一知道，你不得为人孩子前途着想啊？你是为你自己的前程着想的吗？他老鳖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我什么？我没意思。你是不是跟我过不去啊？我跟你过不去干嘛呀？我挺好的，我爸爸就这么对你的。行了，你就给我，都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都找人家！你去找去。来来来，干杯啊！老张啊，以后有什么事甭客气啊！来来来，客气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还这么多美女啊！来来来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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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呦呦，这是戴总啊，来坐坐坐坐，来来来来来来来啊，来来来，咱们跟戴总喝一个，来来来来来，戴总一个吧，来，起跟我们戴哥干个，哎呦呦，好好好，我有点事儿啊，你们坐你们坐，哎，来来哥，来来来你们坐，哎哥，哥，哎哥你等会儿，哥你这是怎么了这是？哎呀张总啊，咱不说好了就喝点酒聊聊天吗？这是干嘛呀？咱厂子没有您就完了。你说您帮这么大忙，我不就感谢感谢？你的心意我领了，这不合适吧？你说就咱俩老爷们在这唱歌多没劲呢，找几个小妹妹陪陪，调节一下气氛嘛，是吧？这还是小妹妹呢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一个个浓妆艳抹的，什么模样都看不出来。他这儿不就这样了吗？关键是，你看送水果这小孩，不化妆也不修饰，多好啊！行，我明白了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啊，哎，来来来，你们东西出去。来，妹妹，咱们先出去哈。张总，来来来，你这帮妹妹您看不上，我再给您换呀。
我搞明白了。我哥看好你，你让他陪陪。哎呀，哎呦，妹妹，快跟节奏有老板问上你了。我不去。哎呀，妹妹，人家老板可有的是钱，快走快走，你要要赚你去赚。哎呦，妹妹，傻妹妹呀、啊，你来这儿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你光端个茶倒个水，能挣几个钱呀？听姐的话，进去以后，咱就是陪人家喝个酒，跳个舞。你又不掉皮不掉肉的，是不是？快走，别让老板等三十二。怎么回事？你松手！这不去不去。送给你。真好看。嗯，没你好看。菜我随意点的啊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。高平，嗯，他们都说你有点不正经。什么叫不正经啊？谁说的？用词也太狠了吧！我觉得呢，两个人在一起啊，靠的应该是眼睛，而不是耳朵。靠的是心灵的感受，而不是别人嫉妒的议论。你觉得呢？我呢，特别喜欢跟你在一起。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那我们天天在一起好不好啊？你知道没有你的生活，我特别的枯燥乏味，特别的苍白。我特别想跟你天天在一起。不行，高平，我现在刚刚上班，我啊，那这样好不好？你平时还上你的班，然后我们周末见面，这样工作恋爱两不误。你说什么呢？谁跟你恋爱了？你别动，别动，就你现在这样，就这种特别羞涩。特别清纯这种感觉，特别迷人，我受不了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特别真实，特别清纯，不像你们那儿有的人，就是表面上看着还不错，其实哎呦特别复杂。你说什么呢？就你们宿舍那赵小玲啊，平时看挺清高的，其实在歌舞厅上班。哎呦，你说谁？赵小玲啊。大姐，赵小玲有消息吗？没有啊，我一直替你盯着呢，比你还着急呢。哎呀！周慧，工长，你又这么晚才回来，这一个赵小玲找不着，我就急着直报。你要再让我找不着，我还不得跳河去？你说这孩子现在都……工长，我知道赵小玲在哪儿。在哪儿？好妹妹，无趣的，这姑娘不是做鸡吗？你干嘛呀？跟我回去啊？我不回去。这不是正经女孩待的地儿，怎么就不正经了？你看你现在这样影响多不好啊！我影响谁了呀？你影响我了，影响我们班组了。你是我什么人啊？你管我？我是你师父。走，不走。你看你现在这样，你还像个工人吗？你，我不想当工人了。那你要干嘛？我想挣钱。挣钱，挣钱，你也不能不要脸呐！谁不要脸了？你现在这样就是不要脸。那我还就不要脸了，怎么着？我就不要脸了，怎么着吧？干嘛呀你？干嘛呀你？你是他谁呀你啊？我是他姑娘。你不是他爹。这是我妈妈。哎，说你呢。
踹人呢？啊？你踹我干嘛？我说你呢？怎么踹人呢？干嘛？别动手啊！踹他干嘛呀？动什么手啊？他是我闺女。我踹他怎么了？踹他怎么了？我想踹你呢。那您别动手，您别动手。不服，伯母，您恕我眼拙，我也没看清楚。以后您再来这儿踹闺女，您别亲自踹，您跟我说一嘴，我替您踹多好啊！这样，过两天我上您家里给二位请罪，我陪您喝两盅。我们家没酒。我们这儿有酒啊。来，这不就是那个黄花大闺女吗？这是我们这儿的金牌服务员。哎，以后啊，您的闺女就是他徒弟，也跟他一样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还能挣钱孝敬您二老。你要是有亲闺女，你也让她这么孝敬你。这人怎么这么说话？哎，看你给我看，哎，你给我看，别给我弄坏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你都不知道？这 BB 机。哎，啥叫 BB 机呀？又叫传呼机，那时髦点呢，叫敲机。这现在最流行的东西，你们都不知道啊？这咋用啊？就别人呼你就知道了呗。别人呼你？不是那个呼，哎呀，就是他往那个传呼台打电话，就通知你该回电话了。这么神奇，嗨，几千块钱玩意儿，主要是为了方便。哎，周易买给你的吧？我用得着他买吗？我爹买给我的。你爹这么有钱啊？啊，我爹是企业家，我妈呢是全职太太，这点钱对我们家来说算什么呀？你总说你妈是全职太太，啥叫全职太太呀？就是不用上班，成天在家待着。那我们村那些女的都不用上班，那都成全职太太了。你快少说两句吧，丢不丢人啊？你们那叫家庭妇女，能一样吗？不跟你们贫了，有人呼我了，我回个电话去。哎，菲菲，你今天别出去了，我回来的时候碰见工长了，他今天火气挺大的，你别往枪口上撞了。工长生气那是因为赵小玲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说，走了。哎，这得等到几点呀？那也等，我就不信不能把他拽回去。这儿不能就这一个门。看看去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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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。小莲，我今天着急了，对不起啊。你还是个孩子，不懂。像这种地方吧，你进来了，就算你什么都不干，出去你也说不清。你以后不被自己折磨死，也会被社会上的唾沫星子给淹死。有些错能犯，有些错坚决不能犯。师父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过这点你放心，我就是死了，那个事儿我也一定不会干的。你还是回去吧。啊，我几个客户，你呢？哦，一哥们儿。几个？走。哎，等等，哎，贵姓啊？姓韩。叫什么？韩月华。哎呀，韩月华，我姓戴，戴天明。你哥们儿？我哥们儿的老婆。截胡啊！瞎说什么？人家不开玩笑。你真行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到我那玩去啊！啊，我那联系什么都在他那儿。韩姐夫，哎，我们还有点事儿，
你好好玩，我们先回去了啊。不，待会儿嘛，我这还有事儿啊。回家别说。冷不冷？回头我给你买件毛衣吧。沈菲菲吧，工长，你们这么晚还出去？我不对，我们是这么晚才回来。我没问你，我三番五次的说，新进厂的工人别谈恋爱。我没谈恋爱。我们谈的是理想。我记得上次在鹊桥上，你也在谈理想。上回那个理想不一致，这回一致不了。我不管你们谈什么，你这么晚回去，本身已经违反了宿舍纪律，你必须给我写份检查，明天给我。工厂，等会儿。你们不也这么晚才回来吗？你们怎么不写检查啊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！你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我是他工长，我是他表哥。我一点都看不出有血缘关系来。沈菲菲，你今天违反了两条纪律。黄小华，通知所有新工人，现在到我办公室开会。工长，太晚了吧？不晚，你看他精神的。哎，欢迎表哥列席。我能去吗？去啊，去你的吧。走。干什么？完了，捅马蜂窝了。一个出去就没回来，一个坐着摩托刚回来，一个是哎这么晚了还要走。既然想走，你们就回老家呀，干嘛到这儿来？嗯，我反复强调，新工人进厂别谈恋爱，你们怎么就不听啊？是吧？这谁的蛐蛐？这是谁的？你的？什么？这是拿出来，你拿出来我看看。这是什么呀 ？BB 机，有人呼我了。有人什么你？找我。是周易给你买的吧？我自己买的，你才一千来块钱。又还一千来块钱？你一月挣多少钱啊？有这一千来块钱，孝敬你爹妈好不好？啊？这个我替你收着吧。哎，工长，我自己寄给我爹妈就行。有人呼他们吗？我跟你说，沈菲菲啊，你连续三次考试都倒数第一，你好意思吗？我肚子疼。又疼了，哎呀！我明明知道是假的，哎呀，我还得信。这就是狼来了，但万一狼要真来呢，是吧？行行，你走吧，啊啊！哎，那谢谢工长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狼还真没来。媳妇，嗯，要不然这俩孩子也回去吧，太晚了。我找他们还有事呢。周慧啊。你是不是跟高平谈恋爱了？没有，我们就是一起吃了个饭。吃饭是女孩子走向危险的第一步。我什么我？这话我必须得说，但听不听在你，你不听也得听。行了，不是，我必须跟他说清楚。没有，我告诉你，高平就是个混混，离他远点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至于吗？你们俩先回去吧。工长，小玲姐找到了吗？工长，我听说小玲姐家里出了点事儿，备不住她是回家去了呢。你听谁说的？我爹给我来信说的。他们家出什么事儿了？好长时间没出来玩了。哎，
什么叫出来玩啊？我们这是工作，我就不是出来玩的。你是出来吃的，还不知道你。你不就想跟我们出来蹭顿农家饭吗？不，谁说的呀？你的爱徒。行了，你听他的呢。我这次出来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为了你们两个。哎，大哥，我想找个人，您知道赵小林他们家吗？哦，就那小姑娘啊。啊，得，跟我走吧。哎，那谢谢您。走。就这件。哦，谢谢啊。你们找谁呀？我们找赵小玲他们家。月，那你们是？我们是光华纺织厂的。月，咱们来人了。哎，那快扶去，快扶去，扶去，扶去。好好，扶来，扶来，快进来，他爹呀，咱们来人了。您好啊，您是？快坐，坐坐坐坐坐坐。我是小玲的工长，我叫唐喜。哎呦，唐工长，大恩人呐！唐工长，哎呦，您这腿是怎么了？哦，压折了。哎，唐工长，坐，您坐，您坐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唐工长，我这腿脚不利索，没法给您行大礼，让我老婆子代替中吧。来，快给恩人磕头。快，不用。哎呀，这干什么这是？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您坐，您坐，坐，坐，坐。我唐工长，你坐，你坐。坐，唐工长啊，我跟你说呀，到我们这小李儿啊，自从进了你们的工厂，都说你跟他那个师傅啊，对他忒好。你说我这心里呀、啊，我都感激这些好人呐。我陪唐工长说话，你呀、啊、拿点肉去。我搁肉去，快坐炕上去，太客气了。坐炕上去，坐炕上，搁肉去啊。是是，少搁点肉啊。唐工长啊，小李儿跟我说呀。他给我寄这几百块钱，是您俩月的工资。唐领导，这腿我也不打算治了。一呢，这钱我们还得起；二，这情我们可还不起呀。只要对我闺女好啊。这治腿需要多少钱啊？人大夫说，得需要三四千块钱呢。那肇事司机呢？早跑了。哎，老哥哥，少点，您收着。哎呀，使不得，这可是我们慢慢帮您凑。急了吧？啊，我没有，我不急不急。那个，等你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，我就愿意等你。那走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干嘛呀？昨天不是没吃好吗？咱换换口味儿去。我今天不能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昨天我们工长骂我了，他说不让我跟你在一起。不用听他的。我跟你说，任何人、任何事儿都无法阻挡我对你的爱。来，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在每一个想你的夜里用心写下的，因为我想让你知道，牵挂你的人是我，忘不了你的人是我，关心你的人是我，爱你的人是我，是我。还是我，就是，没事吧？吃酸枣了啊！你看我鼻子，没事吧？你看我鼻子，看，没看？哎，这。可以啊，做好事不留名。谁做好事了？钱不是你寄的？不是。那谁啊？
可留。哎呀，这不是你干啥呀，村长？干啥？买肉都不让进门了，怕迟咋的？不是怕迟，肉不够。肉够？我倒看谁吃肉不够。不是那个村长，你可别，你干啥？村长，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你别进去，你。哎呀，这位是？这是那个小李的领导，叫汤领导。哟呵，您是汤领导啊？你好啊。你好，你好。是？我呀是这村的村长。哎呀，那个，您是汤领导吧？哎，您是？哦，我是周慧他爹。你好，我都不知咋感谢你好了。俺们家慧啊，他妈走的早，是我把他拉扯大的。我呢，怕他到城里头不习惯。可慧儿回头跟我说呢，他说一见着你呀、啊，都跟见着我一样，说不上的亲切。谢谢你啊！行了，咱们欢迎汤领导到咱们村莅临指导工作啊！鼓掌，欢迎。月华，这谁呀？这是月华。哟。小赖，你这腿真这么严重啊？报应啊！哎呀，快别那么说，你得多运动运动，得多活动，他才能恢复得快，也得多做点好事儿，他慢慢就好了。月华呢？怎么是您照顾我妈？跟喜子去山里家访了，让我过来照顾照顾。哎呦，嫂子，您可真是好人呐！我就没这觉悟，什么觉悟啊？您看，让我媳妇儿陪着喜哥去家访，您呢，在家照顾我媳妇儿他妈，举手之劳。再说喜子不是跟月华单独去的，有大老扁和蹲着跟着呢。喜子是我老公，你说他的工作我不支持，我支持谁呀？是不是没吃饭呢？啊，我推你进去吃点。别，嗯，让您照顾完我媳妇儿他妈，再照顾我媳妇儿她老公，不合适。再说了。没有月华的同意，我不能过这门槛。你说你以前这么听话多好。哎。给你加点热的。您呢？告诉那个小慧儿，嗯，叫他安心工作就中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转达。对了，小玲他妈呀，哎，你们家能不能跟慧儿他们家一样养点鸡鸭鹅什么的？那不手头宽裕吗？以前呢，我老头子帮村里边卖酒，嗯，这不那个忙不过来嘛。领导啊，那么村啊不是有个小酒厂吗？嗯，哎，产那个酒啊叫香岛旅。哎。这名字还挺好，挺好吧？他们老百姓啊，就是谁家有功夫啊，都到408村弄点酒都卖去，卖一瓶呢都有点提成。他们两口子就一直干那个的。这香岛驴呀，没把驴香倒，把我老头子弄倒了。到现在这酒也卖不出去了。哦，所以就没什么收入了。俺们这个酒啊，绝对不上头，上头也不晕，晕了也不醉，醉了也不吐，吐了也不倒。倒了也不睡，醒了还想喝，好酒。那这样吧，我想法帮你们卖。前面就是沈菲菲他们家吧？哎，他们家有钱，咱们到他们家农家乐去吧。就你这大脸盘子，还吃呢？我要把吃出来的大脸盘子再吃回去。我算看出来了，这哪是给我买的？你给你自己买的吧？
这下倒好，你一呼我一个准，我找你都找不到了。我自己还舍不得买呢。你姐夫那事儿怎么安排的？什么时候把我调走？有谱没谱啊？有谱，肯定有谱。哎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你先把这收起来。来，让我摸一下，摸一下，让我摸摸，让我摸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我姐夫已经跟那个劳资处的高处长打过招呼了，高处长正在办呢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别生气了，来，吃牛扒，七成熟，跟你一样嫩。你吃我吗？来，我喂你啊。啊？沈菲菲是什么东西？说他爸是农民企业家，说他妈是全职太太，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说，就是，平常划线打手打脚的，我一直认为他是那个打老半天前级嘞。哼，父母都这样了，也不知道省省，这孩子虚荣心也太强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话说完了就完了，回到厂里千万别说咱们到沈菲菲家来过啊。我就说啊，我羞臊羞臊他。哎呀。他这么吹，说明他不自信，他很脆弱，我怕闹出点事儿来。他不自信，他脸皮厚着呢。哎，其实这都赖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以前啊，一直以为自己是好工长，可我连自己职工家里的情况都不了解，我失职。回去时候慢点开啊，回见。哟，赖迪杰，李哥，不，你这怎么了？这是，我彻底落魄了，单位黄了，家没了，人也废了，我这是，行，你得把同类找来。就你今后这样的，你怎么生活呀？没法生活呀！我真想跳到河里喂王八呀！算了，王八不吃你这类型的。喜哥，有一天我要真走了，参加追悼会的时候，您一定离我的尸体远点。到时候，我连给您擦眼泪的能力都没有啊！别擦。你一擦我就躺下了。小赖啊，人只要有一口气，就要积极的生活。不要这么说话，叫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你得对得起你这赖唧唧的名字，懂吗？你等月华的吧。我想和他见最后一面。哎，你们不一块儿出去了吗？就冲你这眼神，且活呢你。他上夜班去了。他不让我进家门。那他可不对，我能理解他。炕上躺着一老娘，我再去了，没法生活呀。你一会儿打算去哪儿啊？浪迹江湖，四海为家。算了，就你这胳膊腿连四海为家呢，能走出这大院就不错了。我推你上汽车站吧。哎呦，我发现你今天是好人。那我昨儿应该给你推河里。怎么才回来？上沈菲菲他们家拐了个弯儿，给耽搁了。韩月华跟你一起回来的？啊，他上夜班去了。我没别的意思，那吉吉找他。哦，我看见他了，我给他送车站去。啊，他才走啊？嗯。你都不知道晚饭我给他送下去的，吃的狼吞虎咽的，看着让我特心酸。是啊。其实韩月华不让他进屋也是对的，屋里有个妈妈就在床上，他再去，这怎么弄啊？也是，月华这么做是对的。是啊。嗯，喜子你放心吧，他妈我照顾挺好的，我把饭给他送下去了，他吃的可多了，一会儿我再下楼看看他。我真感谢我自己。感谢你什么？感谢我有个好媳妇儿。我给你倒水泡脚啊。哎。怎么把存折放这儿了？别动，别动！别碰，我看看。哎，让我看看。我一看他，
我仿佛立刻就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。哎，有多少钱？你给我念念。不念。解乏，好长时间没念了，你念念。啊，您念他，马上我经络畅通，哎，神清气爽，明天好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。大才女，你不许看啊！哎，哎，啊，这个是300、500，两个定期的，下个月到期。哎呀，舒服。这个是160，200，活期，暖和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你说什么呢？疲劳解决了。那是因为你找了一个好媳妇儿。没听说吗？男人赚的再多，也得女人把着。男人是耙子，女人是匣子。对，而且我媳妇这匣子是不锈钢的。哎呦，哎，你干嘛这是？我怕豆豆翻，放高点儿。很高，实在是高。